老虎是猫科动物中的大型肉食性哺乳动物，以多种动物为食，有九个亚种，主要分布在亚洲。老虎眼睛为蓝色或黄色，全身披覆橙色或棕色的条纹，尾粗长。老虎身体结构优秀，肌肉强壮，四肢矫健有力，爪子锋利，常在夜间活动，有优秀的听觉、视觉和嗅觉，速度很快，可达每小时60千米，会游泳又会爬树，有很强的运动和狩猎能力，咬合力惊人，可达450千克，可轻松咬碎猎物骨头，骨舌长约30厘米，布满尖锐倒刺。除非是交配季节，老虎一般独居，无固定巢穴，在春冬季交配，产1到5崽，通常2崽。老虎具有强烈的领地意识，在一个较大的领地内搏斗和狩猎。成年虎平均体重200到300千克，寿命20至25年。虎啸特别响亮，能达2000米远。由于人类的猎杀和野外栖息地碎片化，老虎已成为珍稀濒危物种。2018年10月开始，中国已禁止出售和进出口虎类制品。老虎在食物链的终端，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起重要作用。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老虎。